猴子啊猴子，你说从咱俩认识开始，你就没谈过恋爱。现在都大四了，你还单着，你就是怂，你就是不敢，你拿女人没办法。哎，依你对我的了解，我沈侯什么事儿不敢，我只是对这些庸脂俗粉，我对他们不感兴趣。我就是太了解你了，你就是不敢。那这样，咱俩赌一个。赌什么？赌你不敢约女孩吃饭。 你要是不敢，你得管我叫爸爸。那如果我敢呢？我管你叫爸爸，真无聊。那这样，你要是敢，三天之内，你让我干嘛我干嘛。可以，这还有点意思啊。说准了啊，那我点了，随便点，好吧？就那个，看见了吗？就篮球场卖水那个，严小晨。 一会儿你约他吃饭，怕什么上？去。这个长期供给的曲线图大家注意一下啊！今天我就不点名了啊，那么多人学习。快去啊！不去就叫爸爸，快去！你给我等着，我怕什么？帮我拿着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真去了。 叫我啊？没错。有事吗？想请你吃顿饭。金融系，严小晨。你们是不是打了什么赌啊？对不起啊，其实我没事儿。上次你买了我的水，这次就扯平了。哎，其实我真的可以请你吃饭了。从来都是你拒绝别人，怎么样？第一次被别人拒绝，感受好吗？说什么呢你？ 事虽然是假的，但感受是真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这个严小晨啊，一点都不能追。你告诉你有钱就完了。哎，你嘴上能不能积点什么？怎么什么人在你眼里都不是好东西？我在认真给你传授经验呢，好吗？干嘛？嘿，你别笑啊！看我干嘛？哎，我觉得啊，你要么直接做个示范。怎么示范？追严小晨啊？ 估计来不了，他不是我菜啊。什么严小晨啊？你不是喜欢那个英语系的顾美惠？那个行吗？三天之内你让我做啥我做啥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就追我，哥们儿再帮你啊。帮我？不是真的假的？头子，什么意思？又是一年开学季，欢迎各位新老生。哎，我说你可以啊，承接业务范围够广，哪儿都能见着你。 勤劳才能致富，懂吗？行。沈侯没跟你在一起啊？沈侯没，你问他干嘛？我跟你讲啊，少打沈侯主意，你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款。嚯！啊！哼！哎，可以啊，赵玉环，必须的，花心思了。 别动，没事儿啊，疼吗？没事儿。喂？什么？不接电话什么意思啊？
他放我鸽子是吗？严小晨，沈侯，对，我要跟沈侯表白，我喜欢你。行吧，不说了。怎么回事？他说他喜欢我。谁呀？严小晨。啊？散了，你俩走。别看了，这儿你收拾了。留着挺好。留着一会儿保安抓你。哎，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花多少钱用你管？哎，你赶紧收拾，我不管了。我刚刚看到严小晨跟沈侯表白了，这个严小晨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沈侯那么优秀，小晨向他表白也很正常。哎呀，我看他哪是因为人家优秀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配不配得上。小晨和咱们是一个寝室的，你这么说话有点过分了吧？